静在人海，你我非不怕，会畏惧这样下去怎办？但是人生到了这一晚，更怕未表白内心呼喊。站在前方，勇气驱不散，却信越怕命运更暗淡。但是谁想要看穿荒诞，却会在春雷下睁开眼。一起沮丧，一起的惨，一起尽管不安，却不孤单累吗？一起沮丧，举起手撑，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爸妈。任暴雨下，向未走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苦也不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为着明天，要记得今晚。你我用镇定面对忧患，若是人生错过这一晚，怕再没机会任意呼喊。一起沮丧，一起的唱，一起尽管不安，却不却不孤单对吗？一起举手，一起举手，举起手撑，举起手撑，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盼望。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Hello, hello, 哇！暂停咗一个礼拜嘅港足冰室啊，喺继续呢个风雨中抱紧自由下，继续呢个恢复翻营业啊！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仍然都系有四个人嘅，咁咧除咗我之有我小二之外咧，仲有扫地啦，同埋收银啦，咁啊，但系换咗人、啊。
咁啊，因为咧士头去咗入科，唔系佢其实去咗旺角，俾人捉咗去差馆，即系俾公安捉咗啫嘛。系咩？佢着紫色衫嘅，好似公安。爷爷系咪有把好清泉嘅声音翻嚟咗咧？冇错，一指去一指还啊嘛。系啊，要系啊，咁所以咧呢、這个风魔万千女茶客嘅水吧机，终于喺呢个仁川学员拉茶之后翻咗嚟啦。梗系啦，我要指出我吓、啊、居高临下嘅眼神，强有力嘅臂弯系咪先？同阿水哥一样啊嘛。唉，系咯，咁你。去了成三個禮拜，有啲咩質？有咩想發表？我就係想講，我就睇好多韓妹咯。大家好，大家港男們趨之若鶩嘅韓妹啦，但我最後發現原來都係港女好啲咯。點解咧？原因結論點樣得出呢？啲韓妹太過服從啊！你同佢講乜都係好咁樣得嘛？我中意啲港女同我挨實下，講呢啲。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点解我哋上个礼拜都恢暂停咗一集啦。咁今个礼拜点？我因为件事仲未完啊嘛，咁我哋都要艰辛开麦、啊，就想艰辛开麦啊，偷跳啊，今日真系一个好神秘嘅地方开呢个神秘嘅会议。其实上集都系嘅。咁啊，有咩发表咁啊？见大家都系喺旺角啊、金钟咁赶住嚟。啊、不是我上水嚟嘅啫，我哋头先去金钟望一望咯，即系支持一下啦，甚至支持咗咁多日，如果唔系我哋要出边开麦噶啦，我见到金钟开嘅老大哥日日都喺嗰度，面都攰喺嗰度坐噶咯，咁系咪要将成个基地移师去下角度，干落到天池？或者去嗰个咩、啊、添味道啊？系啊，嗰边咯，其实都几好啊。问佢借电咯，冇问题嘅。现场直播你问 CNN 攞电，要问 CNN 应该好冇欢迎啊。What's matter? Why 要借我哋啲热力出事？真系 What you are saying? I'm so sorry 啊。佢真系可以、啊，即系我哋一路讲越足球啊，正所谓体育同政治好难分得开噶嘛。从来都是啊！你琴日见到有个嗰啲咩咩咩八周年啊，唔系八周年嗰啲咩国庆啊，咩庆典食饭嗰啲，体育界都出晒去左拥右抱。喂，系、啊、我哋大家话去潜咗水又唔肯出嚟回应嗰、那个。系、啊，最近个伊斯兰贵，佢做咗伊斯兰教嘅人做开嘅嘢。系咯、啊，玩录影讲话，但系有冇啲FBI 專家分析一下段片段，其實新錄啊，還是舊影帶嚟嘅？我覺得就真係一次過錄曬斬三集，咁唔係好斬十集都得喎、啊，可以。唔係我懷疑緊佢個地方喺邊度啫，可能佢已經走咗啦。哦，可能去咗英國揾個女。你咪開港以嚟都相傳緊有一個城市傳聞，就係、是、喺港督府下邊有條秘道走去唔知邊度。好似系咪通去海边可以俾佢上船走佬咁？唔系话咩通去呢个皇后码头嘅一个厕所啊？系啦，但系皇后码头拆咗啦嘛。哎呀，此路不通去到，去到咦？点解封咗嘅？直接去咗排水渠可能。咪啱咯，咪啱佢咯，排落海潜水可以深潜，系咯。唔系咁啊，讲真嘅，其实上个礼拜即系大家都冇乜体力啊，冇乜心情去做个节目嘅。系啊，咁我哋个铺头都闩咗门啦。系啊，暂停营业啫，唔好话闩门。就正如我屋企楼下有间小食店咧，都需要一个礼拜闭关去寻找食物新灵感啦、啊。咁犀利啊！系啊，先安慰一下啲唔想再留喺嗰度，想快啲翻嚟香港嘅朋友。得啦，唔好再讲你嗰啲啦。咁我哋都有好多例如。观台嗰啲都即刻要俾人调翻翻嚟香港噶嘛？哦，系咩？喂，咁但系你冇理由唔会调翻翻嚟噶喎？你咩嗰啲咩大窿啊、文汇啊嗰啲，全部失晒龙头位置啦！依家龙头位置嗰啲咩方向啊、星球啊？咦，唔系喎，我而家见嗰扎报纸系一个稿，系五份报纸出噶嘛？咁犀利嘅，咁咪唔使理翻嚟咯？咁梗系啦，我哋好重要啊嘛，我。在仁川同大家讲下嗰度嘅厕所文化，食下啲炸鸡，讲下炸鸡啤酒啊，讲下整容啊嘛，要系咪先？喂，唔好讲少喎，自从你翻嚟之后咧，你老友啊马飞尔嗰份报纸咧，就真系多翻啲港督嘅新闻喎。
咁啊冇法子啦，去過咗去嗰邊冇嘢做噶嘛，即係香港嗰邊冇人理噶啦嘛，冇人知冇人理噶啦嘛。係咯，咁啊點都好啦，但係喺我哋作為香港人咧，點都要繼續撐落去嘅。咁啊，希望喺金鐘啊又好啊，喺旺角嘅朋友都好，都要。要小心安全啊！雖然旺角已經有關二哥同埋阿土地已經喺度撐住啦。我哋尊重言論自由，抗反對暴力噶嘛，係咪先？係咯，我哋係打擊暴力啊嘛，我哋打擊暴力，以暴易暴啊嘛，係我哋。頭先喺呢個關公壇面前，嗰啲貼住嗰啲嘢都好狠㗎。袖手旁觀者，全家行衰運一世，就不得好死。喂，咁都啱啊，係咪先？啲大頭綠衣又拜關公，行黑色嗰邊嗰啲又拜關公，咁關公保佑邊個？咁咪一條水咯，咁咪一條水咯。係喎，哎呀，你睇通曬啦，真係。我上關二哥咁講義氣，去識得分。邊啲係中邊啲係奸嘅？哇！聽話前兩晚咧，見喺呢個乜米嘅網站流傳咗一張喺金鐘維持緊秩序嘅警察哥哥，喂，好靚仔喎！佢成仲好似羅仲謙咁靚仔喎！我覺得呢個一定係一個計謀嚟嘅，一定係佢將啲最靚女、最靚仔擺曬上最前線，咁到時清場咯啊！嗰啲咪學生，喂，你抬我啦，你抬我靚仔靚女，你抬我，咁咪容易清場。唔係有啲姐姐見到咧，話姐姐話要檢查啊，睇下有冇收埋咗啲身份武器喺個身度、哦，特別係要買嗰啲咪生化武器啦，生物武器啊，要深入咁檢查。嗰支棍好犀利噶嘛，嗰支。仲勁過警棍。其實我嫌佢冇話李修賢出嚟啫，如果李修賢出嚟就公仆系列，公仆要揾埋黃柏文噶咯咁樣。李修賢梗係另外，你啲嗰啲咩防暴一定係揾阿咩噶啦，馬德鐘啊。咁唔得喎，咁要揾埋阿鄭中基啊、梁千華啲出嚟喎，阿龍威同埋阿方禮權嗰啲。遠噶啦，今集咁用奶嘢，係咯。即係曲街揾個曲街嗰啲啊咁多曲街推人出街嗰啲啊。係啊。喂，咁而家咩啦？我哋即係砸咗兩個禮拜嘅波，係咁依講啲啦。係咯，係咁樣都有踢，咁啲波總算都幾有踢嘅。咁啊，由邊度開始計？由肥咗粒蛋開始計先啊！肥咗蛋之後嗰啲我哋唔計啦，啱啱個禮拜開始計啦。唔係肥咗蛋之後已經係啊，係肥咗蛋之後，肥咗蛋啦，係啊，肥咗蛋嗰場開始計。星期日啊嘛。星期日晚之後。咦？咁要星期日講咯喎，咁即係要由大要由南華。南華出閘脫腳開始講起喎，咁慘！東方贏2-1贏黃大仙嗰場好得意喎，係咩？我冇乜嘢，但係阿高嚟到話兩邊球唔一樣高喎，我一邊伸長手摸唔到，一邊伸長手摸到有罰喎。話喺球證應該唔係開波前要度一度嘅咩？我唔知道啊。大家圍住嚟問，因為佢應該捉總職員都會有度嘅喎。係咯，係啊，可能高低腳咯。咁大鑊啊！咁呢啲要揾把尺度一度穩陣啲喎。啊，咪要揾兩尺長去度下。個喺度圍住問佢係咪㗎？真係唔一樣嘅咩？真係㗎，真係㗎。跟住咧，佢話：嗱，我車出去試俾你睇啦，真係唔一樣㗎。跟住就冇走到出去嘅，就係佢話佢自己試過咯，就係、是、看頭望出右手邊咧就係、是、高啲嘅。啊！看頭望出去左手邊咧就矮啲嘅。矮啲個係咪中間個位咬咗落去啊？即係今次又冇人敢入去咧。今次我哋球會嗰個龍門嘅寫咗幾十年粒咗。係咯，成日有人企喺條門楣嗰度跳落嚟踩到嗰度嗰啲嘢粒。唔係，我覺得長波嘅亮點咧就並唔在於長波度嘅，係在於當日晚上錄播喺本港台錄播嗰、那個旁述嗰個嘅。我冇睇喎，要靠你哋講。話亮點梗係。鏡頭聽到 有位總監啊，即刻冠以新一代香港青青訓之父，邊個啊？我唔知，我冇睇。唔係呢個卓浩唔好笑，講過先好笑。講過先好笑啊嘛。咩事咧？請問係咯，咪唔喺度嗰個去咗講咯。啊，系啊，系啊，爆咗阿士头竟然爆咗呢个金，见到阿李生，即系话啊呢、啊這个就系、是，唔系佢开头系见到两个人嘅，跟住第三个 plan 埋佢啊呢、這个就系新一代香港足球青训之父李辉立先生，跟住全场新一代。
唔係話。係啊，當晚其實嗰晚我形容啱咧，佢係中橫多年嘅青訓之父嘛。係嗰晚其實場波個錄播時間其實都好夜㗎啦，都好靜㗎。哦，咁啊，正常加靜咯。哦，我以為即刻醒神曬添。係啊，哇！即係仲精神過中咗催淚彈啊，真係。咁场波咩比数啊？嗱，场波咪赢2-1咯，东方赢2-1咯，系咯，赢咁少？哇！佢输，佢唔使输先已经算好好彩，因为上半场阿新祖有下头槌啊，跟住又喺禁区外有下远射啊，差啲收死咗阿英雄辉嘅，打晒噶新祖可以，系啊，唔知应该可以打晒噶。你从来冇谂过佢可以喺一队波入面做最紧要嗰、那个，但佢系真系打晒咯。系咯，咁啊，赢其实佢哋入嗰两球波都几妙绝嘅，都几巧妙。第一球就系阿卢高一个面对住两个黄大仙嘅守卫，本应该我觉得佢过唔到噶啦，但系点知后脚搓过佢喎，系，仲要嗰两个造成一个意外，系漏扑失咗个波之后，结果就交咗落去阿陆志豪嗰度，射入咗加盟东方嘅第一个正式嘅入球啊！跟住到下半场又系卢高喎、哦，卢高喺右路拐过咗对方嘅守卫，跟住传中白阿里士打 set 个二传，跟住阿基云尼喺个12码点对上少少，好轻描淡写咁样射破咗肥康嘅十指关。但嗰个波黄大仙个运莫斯有啲问题嘅，其实如果一早清咗就。唔会俾阿卢高抢到啊！佢一早搞咗佢，唔使搞。佢又唔知做咩，想护又想胜，又唔知想点。又想护又想胜，又唔知想点，系咯。咁啊，场波就2-1啦，总算。咁黄大仙点入噶？黄大仙嗰球咪边个入噶？莫斯好又系角球咯、啊。系啊，角球咯、啊，就好简单。不过唔系尾段入噶，应该系84啦。不过听个评述员讲波讲到顶唔顺我。瞓咗，所以冇睇到。但我喺千里之外，仁川靠呢个 Facebook 有限嘅资讯，似乎黄大仙都有啲唔系冇机会追喎。系啊，因为咧又话有12码争议，又话有一轮就围住佢嚟攻咁样。哦，嗰个12码争议就喺上半场嘅，就系、是、当阿新祖嗰个喺禁区外嘅左脚扮埋去中眉之后咧。跟住球波个未解围到未就解围之际咧，咁啱有黄大仙嘅球员喺个禁区里面就食咗一争，但系个球正系睇唔到，所以就望开一面嘅。咁黄大仙其实都唔系话冇追平机会嘅，因为咧下半场换入咗一个新加盟嘅消防员陈卓光，掟咗三个手榴弹，三个都几乎吓亲阿叶鸿辉嘅。其实东方领先到2-0之后，个势系突然间冇咗，啲成个状态 drop 得好快，俾黄大仙揿住嚟砌。我谂都惊，我谂嗰日嘅客观环境都好紧要嘅，话天气又热又立啦，加上又落下阵雨啦，同埋东方大部分球员都年纪都几大下噶啦，其实呢场系咪东方今季第一场？系啊，咁好似有少少失威咁，咁睇听落都唔系啊，因为黄大仙打。第一场对飞马啦，第二场对东方啦，佢哋表现出嚟都系比较硬净嘅，唔系咁容易食嘅真系。不过你都知啦，我哋东方要呢、這个东方系要昂然红视宇宙噶嘛，啱你啱得噶嘛，赢得咁少。我听讲第一场就已经每人袋咗成皮嘢落袋啦，已经咁都袋一皮啊？系啊，睇报纸啊咋？诶，下一场仲犀利啊！嗱，所以我最热烘烘嘅 iPhone 啊，所以话咧，钱又几好赚咧，踢波恨死班精英运动员啦，踩山踩死踩完个金牌，讲紧我哋女车神每个月都系攞个3-4万元，系咪先人工？唉，阴公嘅，唔再讲。唉，又唔好讲咯，咁下一次讲咯。
要全部以跑。足球，足球，我与你携手，昂然雄视宇宙。同为父母，如同队友，同行共赴一个梦，情意厚。横冲直撞，如同合奏，全场全力我拥有。好啦，跟住呢就隔咗一日之后呢，呢、這个港超联就继续啦。咁啊嗰日有星期六就有两场波嘅。咁啊头场呢就係、是、流浪主场迎战南华。咁呢就 check 返呢个入到场呢，见到个计分牌呢，咦，流浪多返标准两隻字喎。係咩？你有係呀，我见到喎，係喎，即係见到呢样嘢喎。系咪本身唔系？系咪捉种草咋？唔系喎，我真系发现翻流浪有翻标准两个字。我依家揿嚟睇下，究竟有冇多两个字？我影分牌影到。喂，有喎、哦。系啊，真系标准翻、哦。咁啊，做翻标准啦。咁啊，标准啲啊。系啦，标准啲啦。咁啊。讲真唔知道。唔讲真系唔知道啊。喂，场波点？场波？我就所以你最喜爱的球星入三球啊！哇，我最爱伊达啊，真系我爱将伊达。佢个波攞到今日都仲喺个会度，喺度攞嚟廿五咁啊，个波喺度。我前世未入个波啊，佢话上一次第一次啊，上一次已经系飞马射做过上次。上次冇止氣吧，都好耐噶啦喎，只飛馬都起碼都三年噶啦喎，都已經三年仲攞住個波嚟。喂，場波踢成點啊？田你講啊，你講啦。場點？咪有咩咯？有阿士不知咯，正咯，黑公士不知。唔係改咗名，師兄成條女咁咩？師兄都熟過啲咩歌星咁樣？係啊，係咯，斯雅慧斯嗰啲啊，類似啊。改個名出嚟從出江湖，唔係好。自從改完名之後，好多人都問：喂，呢個師兄邊個嚟㗎？跟住呢個艾雲又邊個嚟㗎？周圍有人問嘅，但係好似冇睇過。咁啊，即係阿史不知嘅回歸，即係代表佢攞到工作證啦。系啊，之前嗰啲点啊，当冇事发生过，冇事发生过，即系代表而家系合法啦，第二个人嚟噶嘛，已经化为一流添，好似骨灰少咗咁样。即系而家系合法嘅，系啊，咁当年咧，
当年咧，呢个同埋，我觉得呢个答案应该问入境处，跟住我哋不评论个别事件。好啊，我而家将个电话拨去入境处啊，我想问呢个入境处处长。啊，唔好意思啊，我琴日打俾我契哥戈尔巴乔夫又系冇人听。五点半先有 press con 啊，依家夜晚九点几十点。你要等唔係喎，而家政府部門半夜四點都有。係啊，佢就係唔想俾你報紙有得報，講一次就唔得。喂，而家唔係，而家係每日四點有啊，數據哥同埋啊許 Sir 咯，許 Sir 都出嚟嘅。許 Sir 依家係，一日日都見到許 Sir 喺度狗噏喎喺度。Thank you。平时塞车佢唔讲嘅，佢呀而家塞车就走嚟讲。屯門公路塞咗几十年，佢唔讲嘅。喂，你讲翻场波，唔讲呢啲啦。Thank you， 我哋翻嚟呢度流浪一比四输咗俾南华，都几人攞一球喎。好上嗰球咧，豪哥入嘅喎，豪哥入嘅系咯，我见到豪哥两边都有佢粉嘅波。系啊，嗰球豪哥系为回馈舞会啦，算唔算啊？都算被逼回归咯，被逼回归冇，但系学希好开心咯。我以为学希入啊，因为我喺个镜头入面睇咧，睇唔到边个入嘅。我以为系学希射入。系啊，我身后有啲红衫白袖嘅用等话，喂，唔好咁开心，好似唔系你入噶。冇所谓啦，冇所谓啊，入波咪得咯。但系一声跟住又输翻，一声跟住伊达又入波咯。系咯，两球都系喺右路斩个波出去，跟住伊达门前撞入咯。跟住下半場3-1嗰球用仲更加離譜添，漏下，豪哥又跌唔到，七哥又跌唔到，跟住阿伊達又冇啦，後面撞上咗嚟又撞咗個波入網咯，咁啊冇止氣法咯，輕描淡寫啊，我離遠睇都唔知道好似發生咩事咁啊三球，我今日同佢講啊，我話哇你。我话佢好运，跟住佢就同我讲入一球咧就系 lucky， 跟住我同佢讲咁你入三球就系 fucking lucky， OK， very lucky， OK， 指唔到喎呢啲嘢，诶唔使啦，英文唔当噶嘛，英文出得，英文粗口出得街，中文粗口就得啦，呢度就系香港，系啦，跟住啊第四球又系为又系阿豪哥入咯，又系唔知点解会入到咯，又系。佢執雞嘅，執雞啊，係連漏兩下。即係其實長波咁，我以我哋咁樣講法，即係個比數又唔合乎，又唔係好合乎。唔係，我都話流浪睇得好㗎，好團結。咁熟口面嘅呢句嘢，邊度講嘅啫？越嚟越團結，係啦。都話團結十字力量㗎啦。係啊，即係我哋都好團結㗎，係咪先？对于流浪来讲踢得比较好的我觉得是夏志明咯，都好勤力的，其实子弹都即是他在右路这样拍下咁放法，是啊，放到阿即斯都没的，好像放下跟着换了一车让抽出来，是啊，换了车出来，换车抽之前呢就换入了千夫万换再归再到上山迪天奴，哇！真系个时机啱啱好，佢首先喺甲组射入咗港甲第100球先，跟住又翻嚟踢呢个超联，系咯。但系出咗嚟之后咧，做咗啲乜嘢咧？佢将成个局面改变晒，扭转咗，系啦。你又话唔讲嘅？扭转咗，扭转咗。咁看台有冇琴日 J 到出血啊？哇！啲尖叫声四起啦，直头呢啲嘢唔需要。佢着翻三手波衫喎，系啊，阔别五年，哇！原来都五年啦，原来都。数起手指都时光飞逝，时光飞逝啊！真系如梭，佢都要戴眼镜，有白头发。佢个仔，都好大个。哇！嗰日见到个仔咁大个咁肥仔嘅，个仔成个我咁嘅，哇！咁大份嘅，识讲广东话未啊？练咗咯，英文识啲，但系佢都系食啲同粉嘢。英文都唔係好得啊，好似都。但佢喺香港咁多年都融入唔到嘅，即係你睇下安基斯嗰啲，識得講粗口添啊，就都已經。唔係粗口基本。粗口係基本嘅。喂，下一場。哇！下一場都未講，都未講完子彈，子彈咪完場又跟住又翻翻去金鐘啊！係啊。啊！即係好勤力。俾人捕獲咗一隻野。俾人捕獲咗一隻野生子彈夏志明。是无系除咗球场练波同埋比赛之外，呢段日子其余时间都系去咗金钟
某一个某一笪地嗰度做物资站。我都系金钟啊，冇人揾我嘅，我日日都系金钟，冇人知道你存在。我都系金钟，我都有去金钟。哇，咁之后搭半粒钟松啲嘅港铁。就去到元朗咧，就睇个地区打比。喂，你去元朗搭港铁，你起码要两个钟喎，而家要。哇，唔系啊嘛，你咁快啊，大佬！你咁钟去旺角都一个钟啊！喂，我嗰日真系好快、啊，完场仲有五分钟，问一下啲即系去咗几晚嘅朋友去唔？喂，去唔去金钟啊？今晚咁啊，都佢哋话去，跟住话我就去埋元朗睇埋场大战先。之后先出嚟。好啦，咁场嗰场波系点咧？哇！呢场大战系激嘢、啊，真系互有攻守、啊，波斋嚟喎呢场波。互砌喎、啊，互砌啊！听讲大埔系想大咗个头喎，系嘛？睇睇下，系啊，想赢埋佢添。系啊，上半场就入波先嗰队系大埔嚟啊，即系佢有下反击俾啊。俾阿拉尼射入咗俾人先嘅，不過之後就臨完上半場之前咧，蘇萊強有下喺右路底線接近角球旗位有個罰球直射啦，我坐喺山頂就以為直入啦，點但係聽到現場個 MC 話係發俾我喎，咁啊當然咁我當然問下發俾我啦，半場見佢衝完涼出嚟，梗係問下發俾我係咪真係。即係你掂到，佢話係啊，掂到少少啊咁樣咯。跟住非常之巧合咧，半場嗰陣時咧，將兩邊入球球員啦，阿拉尼啊，同埋阿 Fabio 都換走咗，就換入咗大埔嗰邊，換入阿史建威，同埋元朗嗰邊換入蘇沙。即係好明顯，其實即係睇兩邊換人咧，即係大埔似係想鞏固翻個中場，嚟守翻住個中場嘅。咁而元朗嗰邊撳翻阿蘇沙入嚟咧，即係想反勝。點知咧下半場咧就大部分時間都係大埔佔先嘅。我見韋爾係咁射波，係射極都唔中，但係射極都唔中。跟住有球中柱，好沮喪啊！跟住見佢就跟住就我見阿飛碟診都鋸曬咁坐咗喺後備席嗰度，以為。元朗唔赢，唔系元朗唔使，元朗和波算好彩啦。见到大埔咁样无啦啦胃口咁大，越攻越大胃口咁样，点知咧搞极都赢，搞极都赢唔翻，结果就保时就俾吉姆干绝杀。嗰下又好彩嘅，个波掟到埋去尾岩。命都唔要咁，命都唔想飞埋去，但系掂唔到波我都系，掂到波，掂到咩？系啊，系佢掂到，所以个波飞翻出嚟，俾吉姆刚射入噶。哦，原来咁，我坐嗰个角度好似掂唔到咁样，好难睇啊！唉，真系咁啊！喂，原来完全有啲大埔球迷见到啊，见到啊，韦尔好 upset 咁坐喺地下，可能大埔因为又一次林美香啦。同埋佢自己花盡九牛二虎之力都搞唔掂，結果就其他隊友翻曬更衣室，佢都未起身。咁 upset 啊！係啊，咁啊，咁冇辦法嘅，運呢家嘢。有時啲球員試波起上嚟都可以入咁多啦。咁就下一場嘅啦咩？下一場就係禮拜嘅單頭啊！呢、這個壓軸。登场港超联的 YFC 奥迪对这个太阳飞马，不讲 YFC 奥迪啊，讲飞马呢，见到他开波前看到他的布阵呢是非常之吓死人的，即是见他中前场的摆位呢就深知觉得这场波飞马一定攞紧的，怎知原来踢落去是军势的，踢落去就虽然很早就高延智就传咗球靓波俾阿拉斯石第一时间扮入咗啦，但系之后奥迪就揿住嚟打喎，哇！费兰由新加盟嘅费兰到托尼斯，唔系由公民转会过嚟嘅费兰到担角得力，咩啊孭起晒成条中场嘅。费兰到我见佢冇射咗十脚都有八脚啊，系啊。我想他即是有个可以交到表现出来的外援在这里，又可以顶到陈俊乐，
半年呢个问题咯。因为陈俊乐喺亚运俾人踢伤咗只右脚，依家要唞半年先 confirm 咗。啊！竟然紧要，竟然陈俊乐咁重要，都重要噶。都系啊，咁啊。点解讲飞马呢场波咁进取？因为佢中场咧，除咗房中嗰度摆咗单扎落位之外咧，另外两个位又摆叶子俊同埋谷盈智，谂住用呢个双核心，跟住前面仲犀利，呢个拉斯石拍同呢个和利亚一齐出，咁啊右边就摆翻啊，就摆阿沈博强喺度，就本来谂住入唔到五球都入三四球啦，点知都唔系啊，点知？最后都是入了两球啫，入到第二球都好好彩，都好彩，开心到成个跳起。系啊，因为未入第二球之前啊，阿志同埋阿拉斯石都系咁温突啦，跟住都好多下，好多下见好多下，优于明都输得噶，都系输唔到嘅。咁咪好彩咯。好彩啊！不过二比一对飞马嚟讲都。都是一件好事嘅，开呢三连胜稳坐榜首啦，暂时。三连胜噶啦，咁就。系啊。下场仲对流浪添，咁啊四连胜就冇。真系。咁有信心。认同团结可以战胜一齐。战胜一齐。团结战胜一齐。喂，咁香港队团结系咪可以赢阿根廷啊？下个礼拜。我有10,000奖金啊，小嘢啊。呢个阵间先讲啦。呢个阵间先讲啦。哇，讲下讲下，
原来距离两场香港都系赛事咧嚟到噶咯噃。礼拜五系啦，香港队对新加坡系啦，先之后咧就十月十四号系啦，千呼万唤嘅阿根廷。哇！阿根廷嗰啲飛咩場價？有冇消息啊？好似聽聞賣咗六成啊嘛。六成啊！就咪要 confirm 啊！我琴日睇到最高領導話1800蚊飛去咗899啊。我都差唔咁正常咧，通常都係最平最貴啲去得最快，因為最少嗰啲飛。係啦。咁中價嗰啲點算咧？唔知啊，我哋知阿貝山都唔知道買咗幾多張周圍派咯。中價嗰啲睇臨場嘅啫，都係最緊要啊！美斯、阿迪玛利亚，仲有咩啊？阿古路嗰啲，佢哋有去北京噶，而家系啊。喂，你难保佢喺北京相约，系啦、啊，或者水土不服，系啦、啊。哇！阿广州恒大嘅前锋艾杰臣推介啲嘢食，真系唔系人人都敢食噶。推介啲咩嘢？系咯、啊，有炸青瓜。哇！咦，原来佢好呢啲噶。北京好多啲嘢食喎，蜘蛛啊，乜、啊、都食到好啊！因為佢介紹唔止一樣嘅，但係最令我印象深刻話炸青蛙喎又，咪食田雞咯？你當田雞嚟食個感個感覺啊！嗰陣時啊，李志豪喺北京嘅，佢咪話去打邊爐就係成日青蛙掟咯，喂温水煮蛙嗰陣，温水煮佢一隻綠蛙，佢一隻焗開咗嘅。青蛙好似一隻水魚咁樣上台啦，咁大係啊！但係佢話見到有啲內臟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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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正啊！佢話跟住點食啊？咁佢已經鋸開咗嘅，但係成隻都喺度，跟住夾住擺落去，攞落擺落口，哇！攞一攞㗎咋？哎呀驚！但係佢話北京國安嗰啲球員就係咁食㗎啦，唔係邊個咁勁啊？哦，咁啊，係啊，咁佢食咗之後。佢冇食啊，就系唔怪之啦。所以佢翻房食杯面咯。所以佢冇得踢咯。唔怪之啦，即系嗰啲天地会嚟噶，你拆血为盟就系自己人，你唔食青蛙就唔系自己人。我就即系好似有啲你要使少少钱，你就一踢，食个青蛙你咪一踢咯。呢啲啊过到个关你就搞得掂，但系就系过唔到呢一关。喂，咁好紧要，美斯嚟唔嚟？咁美斯嚟，但系唔知落唔落场啫。空真系叫嚟到大球场唱海阔天空咩？真系叫佢九分二十八秒拍手掌啊！系咯，好俾啲掌声自己。我哋有阶段性胜利啊！你试下俾黄师打佢，睇佢挂唔挂俾佢？可能唔知咩嚟，照挂。唉，佢宇宙人系要挂绿色噶。喂，讲还讲，我今日睇报纸话公布咗嗰个奖金，香港队除咗有每一分有10蚊之外。啊、每一分有十蚊，呢日佢计呢个国际世界排名积分，每一分有10蚊啊！即刻可以大家上网计一计，如果赢咗阿根廷有几多分噶？哇！赢咗阿根廷真系肥仔啦！咪系咯，我谂即系即刻排名升到上130几、120几都得啦，真系。阿根廷就大镬啦，肯定插水咁跌啦。会跌出50啊！同埋今场嘅奖金都有10000蚊要赢阿根廷，额外奖金每人一。如果俾我就开500000一个啦，50000一个10亿啦，成袋反正派唔出噶啦。你唔係覺得會贏到阿根廷嘛？我覺得計埋讓球就有機會嘅。如果讓五球咁樣啊？係啦係啦，咁啊有機會派得出啦啲獎金。佢冇話唔係喎。係咩？哦，原來咁嘅，可能暗馬底仲有啲條件，即係輸少過五球當贏波咁樣。馬會嗰啲盤都係。咦？馬會開得嗰啲盤咧？澳門嗰啲盤咯，分分鐘可能，又或者可能大陸嗰啲盤喎。不過巴西佢哋嚟之前要對巴西啊嘛。咁巴西佢哋個人腳都唔係話渣嘢喎，阿尼馬啲去曬，尼馬啲都去，有翻卡卡都入翻去喎，搞笑，係啊，即係你諗住係佢喺上面激戰完一場之後落到嚟好攰啦，咁就無端端俾你偷雞，落嚟踢30分鐘咯，你滿唔滿意啊？就或者係俾阿俾都夠贏你啦，俾我夠贏啦，即係你又諗住係徐德瑞頂翻個波俾陳少琪頂入咁樣啦。又系呢招，又系呢招，又嚟又呢支啊！打今次冇咗欧冲，冇咗欧冲斩个波。不如陈少琪接应教球就一脚扮埋去滑长速，滑长速射及咗，或者系林学熙单刀扭个龙门嗰啲啦，系嘛？好啦，即系谂太多，谂太多又唔系咁好嘅。我觉得同你买六合彩一样啫嘛，你都系谂中咗六合彩之后买咩？咁我有俾埋，黑埋眼咪埋佢咯。豪哥都话要通美斯恩佢啊！
家偉都話要通呢個馬斯查奴坑渠，都係講啫。我同呢個新晉嘅香港英雄啊，陳少君講過，我話你踢低美斯咧，我就請你食兩個禮拜飯㗎。咁啊，已經踢低佢啦，踢低佢。我踢低佢喎，我話。我諗美斯可能見到你啊，就唔好意思啊，你go 可能寧願俾佢去都唔敢俾佢踢啊。踢唔踢都係一個問題。都系个问题，都会踢几多，踢几耐啦？踢几耐啊？视乎，即系可能半场啊嘛，俾啲掌声自己跟住走啦。开波都你咁乐观，半场我以为好似曼联云佩斯咁样，上次十分钟啊，钟咁样收工，有可能喎，有可能啊，真系。咁你先得人惊我啦，你美斯咧都会就住你啊，去搵啲后备嚟，嗰啲先嚟砌你，仲得人惊我啲。喂，佢后备好坚噶都，系咯，后备唔系后备，就系咯，佢嗰啲后备希古恩啊，希古恩出嚟，唔生锈，同你入多几球，佢后备，整个大四起啦，真系唔系讲笑，边度唔使去。哦，咁样你买咗飞未啊？未，我仲未买飞，等紧啲卖唔嗰啲。嗰啲網上啲售賣市另類嘅網上買賣市場嗰度，因為過幾日前我見到有平飛啊，係平過原價咁買啊。哦，即係買 iPhone 咁喎，你而家係啊，等佢跌價咪買咯。你方到時喂分分鐘啊！如果你唔識窿路，你去買原價飛，可能嗰日六點鐘你去買飛都仲買到喎。唔係，其實咧，場波你話要香港隊贏咧，就真係好似。同自己講你中六合彩咁噶啦，傻啦呢場波，但係睇下佢哋有冇辦法射到門或者入波啦。我哋攤埋呢啲啦，究竟做到幾多次成功嘅 counter attack 咧？定係有幾多次成功有五腳嘅傳波咧？咁啊，會睇呢啲啊。到時你就去數一數啊，唔該。係啦，數一數呢啲就交俾其他人。我覺得呢場波作為呢個東亞杯外圍賽對北韓嘅預演嚟講，應該都唔錯嘅。我哋練下防守。你講到咁遠嘅，喂呢場而家都係備戰11月就踢㗎啦，仲有一個月㗎咋。喂呢場講到明就係咩備戰東亞杯。第二圈外围赛之前嘅最后一场，不过我觉得呢冇备战意不大啦。你对阿根廷，对新加坡可能好啲嘅。咁讲备战咧，对新加坡。如果咁样谂咧，如果香港赢到阿根廷，咁即系香港有机会赢世界杯噶咯。唔系赢咗啦，赢咗咯，德国同级噶啦。德国而家排世界第一，咁都冇问题噶。就算输俾阿根廷，我哋都同好多队同好多世界杯嗰啲决赛球队同级，都系输俾阿根廷。至少过咗日本先咯，至少过咗日本、韩国。系咯，佢哋连队都冇得对。咪咯，喂，十打阿根廷之前，其实仲有一场仲紧要啲嘅。阿根廷我都觉得流流地。十号礼拜五对新加坡，即系起码呢场有机会真系派得出嗰五千蚊先啦。实实在在啊嘛，呢啲奖金就派呢场派得出嘅机会率高过。但对新加坡咧，有啲睇到闷啊，好似咧有一年咧南亚队公民咁，一年打七次咧。香港队对新加坡好似，喂，香港对新加坡连对一次咯，今年仲过分对两次咯，先止两次，我哋最近睇咗四次，系啊，即系近呢两三年先止四次。通常都系咁噶啦，嗰啲东南亚都好兴噶，嗰啲咩斯里兰卡嗰啲都成日踢几次噶啦，一个月之内。啊，依家泰国又对唔到卡塔尔，又对唔到咁嘅游。但系新加坡而家冇咗刀域咧，反而我冇乜兴趣睇啊。我都系想睇刀域啊！如果迪天奴又有入选就好啦，不如搵队波签埋刀域过嚟咯，亚援啫嘛，咪咯，打亚协用翻个亚援，系咯，刀域肯定有用啊！咪啊，刀域上次同佢踢呢个亚冠杯外围赛都仲有料到噶，咪咯，起码练到波系咪先？啊咁，你咪新加坡我哋上一场作客打过噶咯。打過啊，和咗，但係嗰隊新加坡係孤廿三，係啦，嗰隊就亞運隊，充滿希望嘅新加坡。係啦，今次真係嚟堅料，整翻隊大國。唔係，又好似話呢隊新加坡以八九十後為主，以九十後為主添。其實香港都係八九十後，香港都八九十後。其實唔係，即係十幾個九十後咯，係咯，即係都係比較啦，廿三四咁樣，好都預咗㗎啦。但係有啲踢咗百幾次國際賽咧，都仲喺度。有啲喺馬超揾大錢嗰啲啊，所以人腳嚟講都算係新加坡最好嗰批嘅，基本上。佢哋真係練兵喎，佢哋打完香港隊四日之後，佢哋過去對澳門喎。係啊，好似跟住就要打，今年係咪打呢個檸木杯啊？係啊，打檸木杯，即係咪泰雅杯啦？係啦，又係泰雅杯，年年有屆屆有嘢睇嘅呢個賽事真係好嘢嚟㗎。
你總之你估唔到邊個贏冠軍啊？係啦，其實應該考慮一下揾 Sports Radar 嚟同我哋合作一下嘅。咁啊唔好睇噶啦，咁啊即刻唔好睇噶啦，即刻唔好睇噶啦。喂，阿七係咪傷啊？阿七有少少傷啊。但大上場有睇我踢完。上場踢完我哋嗰場之後，你睇香港隊嗰張相冇佢喎。系啊，话留意，系啊，冇佢噶，系啊，佢个军旗都停唔到，但系网上冇乜反应喎，好似冇人有，唔觉佢喺度啦，唔觉佢喺度啦。同埋我想讲咧，嗰张相咧有两个球员坐喺前面噶嘛，啊、大细豪啊嘛，阿志豪、阿虎哥，啊又唔要翻对袜嘅，影到污糟糟咁样就系、是、啊，呢啲执得唔仔细啊，真系影相嘅，唔系呢啲风格嚟嘅，唔系我睇呢啲好紧张，哎又你睇到阿大豪咧。阿豪哥咧，佢要翻对袜嘅，一丝不苟嘅。系啊，阿虎哥咧又唔要嘅，咪尽显个人风格咯。咪系咯，虎哥嘛。咁啊，跟住佢，咁佢哋咧踢呢场之前咧，都睇咗场热身赛嘅，同杰志。咁啊，今日赢四球啊，赢四球哦，犀利喎！冇乜参考价值啊，杰志有咩人脚？点咩？有咩噶？艾利奥同温俊打中间喎、啊。喂，我想讲艾利奥系去咗边噶咧？一路又出翻嚟嘅，一路都系杰志啊。即系冇走过咯。嗰时又话即系去大中啊，但最后都好似唔多角。应该冇啦。系咯，唔敢啊嘛。咁佢同阿宝莲奴就杰志斋练咯，然后就踢下呢啲热身赛咯。等半年喎、啊，都几系啊，都几好。跟住松松，跟住嗰啲咩梁家兴有份啊？哦，大佬。收起了巴伦古素左敌、啊、前面有呢个试脚嘅叶伟超，哇！呢、這个叶伟超来头好大嘅、哦，系好似系以前中甲好多波入中国国脚嚟嘅，国脚唔系嘛？我由省港、啊、由省港杯踢到世界冠军球会杯、啊，喂，咁啊解释咗中国队而家点解咁渣啦？今日點啊？今日好似揾佢打箭頭喎、啊。係啊，好以一敵幾喎、啊。佢好努力咁想表現自己，我見到佢即係好多時好主動去波，但係唔好意思俾阿科夫啊、偉豪哥啊、列明峰啲通通將個波夾咗攞埋波，拜拜。佢今季唔係打得好多，打六七八次正選嘅喎喺中甲。睇緊邊隊啊？水廠。水廠。哦。係咯，廣東日之廠。話聽講水廠今年都好唔掂喎。掂啊！都唔係太掂噶啦，今年都好啲嘅。上年都起碼爭緊，都係衝超，都係衝超。衝超不過勒住，繼續都係失敗咁啊！勒住，勒住，係勒住，勒住。今年咧，衝我上去就失敗啦。係啊，出嗰啲意外，嗰啲係嚴重嘅意外嚟啊！要申請退出嘅。今年就係補組啊！今年係補組。冇咁，水廠嚟講，通常最後都補組成功嘅。咁啊，關係好嘛，係咯，你都知其實呢啲嘢好緊要啊。咪咯，你中甲有隊南韓仔喺度，唔打你打邊個咧？嗰啲吹都吹死你啊！呼和浩特嗰隊啊，唔係呼和浩特同埋呢個咩唔記得咗咩咯？總之係成隊南韓啦，延邊啊，延邊吹都吹死佢，聽得啦，係咯。喂，咁依家。葉偉超唔掂啊，試腳嘅啫，即係冇乜表現喎。嗱，老老實實，不過可能都同傑志都踢法未夾。你都知道我哋偉大嘅祖國啲聯賽啲技術幾粗糙噶啦，點會同你打傑志咁嘅地面組織嘅啫？係咯，索邦喺上面係技術好好噶嘛。咪係咯，已經被評為咩啊？迷你版孔卡啊嗰時話。咁緊係啊！你自己諗㗎呢個名啊？水廠啲 fans group 係咁寫㗎，即係縮水版孔卡嚟㗎，大佬。哇！係啊，問你怕未？即係可以睇到嗰個技術。腳下功夫水平幾咁精彩啊！你聽日翻去同阿傻邦講啊，你睇下你知唔知？我從來冇聽嗰啲叫咩孔卡話咁嘅早講啦，同佢嗌人工就嗌高啲，係咯，佢嗌過十都得啦，真係、啊、迷你吧孔卡，唔係咯，你個佢應該仲大份過孔卡。好啦，咁我哋錄音之時咧，香港新加坡咧就未開波嘅，咁稍後翻嚟咧就會呢個瞬間轉移啦，又好平行時空乜柒都好啦。就去带大家翻去花墟度咧，咁我同阿周银咧就周允田咧就会喺旺角场出边咧就同大家吹翻，大家查假两句啦，中意听又好，唔中意听都好啊。好，又嚟到呢个特备赛后环节啦。
咁我哋咧就身处喺呢个天神村。天神村，系啊，真系天神村喎、哦。系啊，就是一个旺角大球场对面的天神村，同大家咧吹翻呢个国际友谊赛啊，香港对新加坡嘅观后感嘅。有我，除咗有我小意之外，仲有呢、這个，仲有天 Sir 陪你谈数据。啊，边个啊？边个啊？嗰个乜 Sir 啊？今日嗰个乜？今许 Sir，、啊、许 Sir 放假。系啊。聽講好多人集結咗喺呢個四點鐘許 Sir 嘅官方專頁嗰度，要求許 Sir 快啲出翻嚟嘅。講翻呢場波，呢場波就香港隊就2-1贏咗啦，好順利咁贏到兩球，跟住喺呢個補時階段就因為一個12碼咧，咁就輸翻球，咁最終都係贏2-1嘅。係啦，咁啊，終於。維持了一年的勝利方而就終於打破了，是一個算是一個好消息啊。阿 Kim 笑得很開心，我剛才是啊是啊，很久沒見過他笑得這麼開心，在記者會上是啊是啊、有些什麼除了笑得很開心還有什麼說了呢？阿 Kim 就話咧，佢就要求咗球隊要今喺呢場比賽入面就盡量要做到600-700個傳球嘅。咁點解要做到600-700個傳球呢？因為600-700個傳球就係呢個頂級球隊喺某一場比賽入面做到出嚟嘅傳球數字。如果可以追貼呢一個數字咧，就證明你嗰隊球隊。是有能力在比賽上統治了個比賽的。那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個，不知道現在做了多少個傳球出來啦，但是今次是滿意球隊嘗試統治比賽的表現的。啊，那你有沒有做呢？500多球喎、哦，唔係我做咯。嗰啲真係要嗰啲好精密，佢係揾咗 Sportrider 去幫佢計啊。嗰啲要揾電腦做嘅，唔係人做嘅。人做嗰啲係好落後嘅，即、就、係、是、我呢啲就、不過可以，其實講得可以贏多啲嘅，都就因為好早嘅時候徐德瑞就已經破網啊，射一個好靚嘅破掛網波。咁就另外。到下半場就到谷凌之啦，過埋龍門射入空門啦。不過就我覺得可以贏多啲嘅原因就係因為陳文輝啦。Kim 對於文輝嘅表現係嚟講咧就滿意嘅。咁我自己喺看台上面睇，我都覺得文輝個表現係唔錯嘅，因為。佢做到一啲普通前鋒做唔到嘅嘢，即係佢可以喺前線停咗高波之後，用一啲比較細膩嘅傳球去串連翻成個攻勢，俾兩翼再打翻落去。這個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好嘅，甚至佢有呢個能力，即係交出到一個表現啦。我覺得佢可以威脅下陳少琪喺港隊入面嘅正前鋒位置咯。竟然係咁。不過我都問過文輝啦，佢嗰下發生咩？佢話成個人企咗喺度，個波撞埋佢只腳度，咁啊飛咗啦，個波就。即係佢係冇射到嘅。係，我講佢係即係意識唔到，個只腳同個大腦未能夠協調到，所以就做唔到一個好成功嘅射門。不過佢都話：，唉，唔緊要啦。一個成功的足球員是要大下一些東西的即是他都知道他的前輩是不是豪哥說他不用怕不用怎樣安慰他，好 EQ 很好的。那他這句就證明了 EQ 真的很好的。看得出的，你看他個人好像呆下但多數都是心理質素很強的人嘛。對於這一球呢，阿 Kim 就還有些話說的，他是嬲嬲地的。為什麼你主看台那些觀眾呢，在文輝換走的時候呢，你要柴台，你要做出一些恥笑的聲音，而不是去鼓勵這個球員再做好下次呢，而走去恥笑呢？那李志豪呢？李志豪就不說住啦，今次即係個別例子，政府係唔會評論噶嘛。咁我哋冰室就呢一次個別例子而評論啦。咁阿 Kim 就係咁講咯，即係覺得球迷
下，即係始終大家都係香港人，喺一場國際賽入面，同香港隊理應係同一陣線嘅。咁就算你坐喺度靜靜地睇波也好，你唔打氣也好，你唔特別做啲咩鼓勵動作也好，至少你都唔好恥笑啊，或者柴台柴翻自己有咯。咁好大喎！頭先先講完一個好消息，咁壞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勝利方捱唔到一個禮拜，就好大，就已經係應該都係 99.99% 捱唔到一個禮拜，因為咧下個星期二嘅晚上八點鐘咧就會係香港對阿根廷嘅。阿根廷，阿 Kim 話都係阿 Kim 話啦，就嘗試盡力去保持不失啦。咁都係亦係嘗試去試下做多啲短傳啊，嘗試下喺世界最頂級嘅球隊面前去嘗試下組織一啲攻勢，而唔係淨係拍對 bus 擺喺後面咁咯。哦，咁啊，自求多福啦！希望香港人繼續喺呢個風雨飄搖嘅日子，希望可以下個禮拜二。再大家俾啲即係打氣嘅又好啊，做觀眾嘅都好啊，都希望可以加大力度支持下香港隊啦。話聽講有大人物會入場喎、啊。邊個大人物啊？梁振恩。係啊。哦，正喎、啊，佢係入嚟至好啊。啊，佢真係入嚟先好啊！聽講佢會入啊。係啊，佢入嚟至好啊。係咯、啊。好啦。好啦，再見。